大家好，4月10号，没几天了啊，是美国众议院制定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。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，那么佩洛西呢将率团访问湾湾。美国媒体啊引用佩洛西办公室的话说，是将在4月8号先去日本，见岸田文雄。见完岸田文雄之后呢，再从日本到湾湾。不过呀，台湾的联合报呢访问了啊佩洛西的办公室。那么佩洛西的办公室呢，对这一说法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，也没有给予否定的回答，就是模棱两可吧。大意呢，就是不会在出访之前公布出访行程的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肯定，也没有否定啊。这也意味着呢，有这个可能。事实上啊，这也不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第一次访问台湾啊。在1997年，也就是96台海危机之后，当时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叫做金契瑞，当时也访问台湾了，得到李登辉的接见。也就是说呀，历史上呢其实是有过这么一次的，也因为96年这个危机吧刚刚结束啊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大陆这边呢没有明确的过激的反应啊。更多的呢是外交上的谴责。那么关于台湾的事情啊，对吧？包括我们外交部啊说了很多，但事实上都是老生常谈啊，无非就是一个中国的底线不能逾越呀，啊，还有这个啊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啊，再就是呢台独的阴谋啊，不符合历史大势啊等等，这些话我们听过很多遍了啊。还有一个呢就是将会予以反制的。事实上前两天呢，美国又对台湾啊，有接近1亿美金的军购啊，这个军购我们也提出了会给予反制的。那事实上，包括2021年啊，有多次军购，中方呢说过很多次予以反制啊，但目前呢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反制，还是一贯观点啊，在台湾上啊还是要强硬起来，但目前看总是硬不太起来啊，这就想起了过秦论，对吧？以地事秦呐，如抱薪救火。我们这些年啊，网络小说很盛行，对吧？大家经常看网络小说。客观讲啊，这些年网络小说套路化、模式化很严重，对吧？这个，哎呀，有些地方有些三观不正，戾气有点重。但是啊，我们国内的网络小说呢，却又揭示了一个非常亘古不变的真理啊！我想这里有很多啊，看网络小说的。对吧？你看这些主角啊，不管是修仙的呀，啊，还是练魔法的呀，对吧？你不管是奇幻的啊，还是玄幻的，对吧？如果你实力不行，人家都骂你是废物，对吧？都嘲笑你啊，都讽刺你，甚至你家人也受到牵连啊。你譬如这个《斗破苍穹》里的萧炎，对吧？这个不能聚气呀，不能聚气意味着你没有未来。你看都嘲笑你，对吧？但是你实力强了呢，你就可以开挂了啊，你就可以装逼了，大家都来攀附你。对吧？所以他们都知道要修炼呀，要努力的修炼呀，啊，要实力强，实力不强你是不行的，你是没有未来的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而且关键时刻不能退让，对吧？你要退了呢，那就没完没了了嘛。退一步就有第二步，有第二步呢就有第三步，没有靠退让，对吧？会让主角逆袭的啊，没有退让会让主角逆袭的，只会让人家更欺负你嘛。所以呢，主角呢都是要实力强，实力强之后啊，把那个欺负他、嘲笑他的人干掉啊，甚至把他的整个家族都干掉啊。虽然戾气有点重吧，但是遮饰的一些基本逻辑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啊，非常正确的，对吧？当然，世界是复杂的，放到弯弯呢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一贯喜欢在弯弯问题上和稀泥的胡锡进呢。这个微博也算是强硬起来了，这个退休了就是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自从老胡退休之后啊，似乎越来越强硬了。但是为什么退休之后反而变得强硬了呢？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老胡啊，大概说了两点。第一呢，就是佩洛西4月10号真的要访问台湾啊，就要关闭台湾上空啊，对台湾呢进行禁飞，不让佩洛西的飞机进入台湾。这个呢，也一方面宣示主权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对吧？你做了就做了，做完之后呢，其实你就等于接管了台湾的领空啊，接管了领空，对吧？下一步呢，就接管领土领海了。
那第二个呢？老胡讲，就大陆的军机自西向东飞，或者是按照佩洛西他的专机飞的方向，就佩洛西慢慢飞，对吧？如果台湾呢采取击落、开火等方式啊，我们就直接对相关的台的军机进行击落，同时呢，轰炸台湾的导弹基地。所以老胡最后讲啊，美国不怕，台湾也不怕，中国更不应该有所惧怕呀。事实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么美国不怕，台湾也不怕，就是我们没什么可怕的啊。当然，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媒体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客观。在报道这个事情呢，后边加上一句"岛内民众啊，讲又是来要钱的"。但事实上，我们翻大部分岛内的这个社交平台吧，对吧？哎呀，大部分还是欢呼雀跃的呀。这个世界看到了弯弯啊，美国爸爸来给我们撑腰了。尤其是结合乌克兰的事情啊，这个弯弯大部分都讲嘛，台湾和乌克兰是不一样的，俄罗斯打乌克兰，美国不管，对吧？但是啊，中国打台湾，美国一定会管的。你看佩洛西来了吧，对吧？这个尤其绿营继续给选民加油鼓气儿啊。如果从选举来看，毕竟弯弯是一人一票的啊，现在绿营是代表大多数的，因为他的选举啊，不管是立委的选举、总统的选举，对吧？人家就是得到最多的选票。就是得到最多的选票，所以绿营的观点还是代表了大多数台湾民众的，尤其是从选举的票数来看，对吧？蔡英文呐、王定宇啊，你看着这些，对吧？越傻呵呵的，其实他的票越高啊，其实代表的台湾的民众呢，数量反而是更大的啊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啊，杜撰也好，或者以偏概全也好，台湾民众是怎么想的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没有什么意义，对吧？你像这个。我们看网络小说，你看《斗破苍穹》啊，对吧？这个萧炎，对不对？这个也灭了不少门派呀。他管那些门派的大部分人怎么想？没有，把门派的首领干掉就可以了，剩下的歘歘歘啊，对吧？我们看这些网络小说呀，特别喜欢，对吧？把首领干掉，然后把整个家族抹去，对吧？甚至和你关联的官派都抹去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就这样，对吧？你这个大部分门派的杂兵怎么想的？其实没什么意义，虽然他们人数更多啊。但没意义，关键还是这个门派的门主吧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个网络小说呀，我觉得戾气还是比较重的啊，甚至有一些这个小人得志啊，但是，对吧？某些基本道理啊，还是很准确的啊，基本就有这么个道理，对吧？我觉得对弯弯的问题上也这么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说的啊，关于弯弯呢，这个前几年吧，看到一些新闻呢，一些外交的狠话呀，觉得要动手了。但是过了这几年，似乎什么也没动，对吧？而且我感觉红线呢也是一退再退，总会给你个解释的啊。以前老胡也这样，对吧？这个如果台湾军机啊，如果美国军机登陆台湾啊，这边就要武统了。然后真有军机去了，对吧？给你解释，这是运输机，不是传统意义的军机，对吧？这个红线一退再退的，所以目前也没有什么信心啊，没有什么信心啊，总感觉在对台问题上始终是硬不起来的，对吧？始终是各种加大会谈力度的啊。感觉没那么大的信心啊，对吧？更何况97年啊，这个金希瑞其实去过台湾的，对，美国众议院院长是去过台湾的，参见97年的做法吧，似乎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做法啊。当然，97年那次不太一样，因为96年刚刚有这个台海危机刚刚解决，对吧？刚刚解决危机呢，美国又来折腾一下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了，对吧？今天情况似乎不同，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啊，相同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还是要讲经济嘛，对吧？这个你看啊，你要统一台湾的话啊，这个经济影响多大呀？出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经济影响多大呀？更重要的，西方制裁怎么办呢？抱有这种看法的人是很多的，不仅仅是民众，包括专家学者等等，包括也有某些官员啊，尤其是专家学者官员数量更多一些。对吧？其实，在台湾问题上，甚至包括美国问题上，中国的民间反而是非常强硬，对吧？尽管专家学者总打着，哎呀，会带来失业呀，很多民众失业呀等等，但是民众反而，对吧？一是在乎失业，但是在对美国强硬和打台湾这个问题上，大家不太在乎，是吧？这个广大民众、普通的民众，我们反而认为要强硬啊，要干，往死了干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借口本身就是个伪借口啊，根本，对吧？就譬如你说啊，我要打台湾了，A 要受害了，但问题 A 我不在乎呀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借口本身也是一个伪借口啊，伪借口。
本质上嘛，就是一种逻辑的自洽、逻辑的推演，其实与现实啊越来越没什么关系啊，都是在那逻辑里推来推去、推来推去啊、推来推去，缺乏现，我觉得缺乏现实啊，缺乏现实。而且台湾这个问题上啊，我觉得也脱不了啊，脱不了了。所以佩洛西为什么先去日本再去台湾呢？对吧？在对中国的包围圈当中啊，台湾和日本啊这两个地方很重要啊，对吧？而且它俩能携程连成一起。对吧？连成一起，从台湾到菲律宾，又到了东南亚，正好嘛，这个岛链嘛，一个圈嘛，对吧？所以弯弯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啊。弯弯这边突破了，对吧？不管是对日本、对东南亚影响都是很大，对美国影响也很大，也很大，对吧？也会带来世界格局的大转变，尤其是在当下啊，我觉得中国呀也一样啊，经济不好，确实不好，不太好啊，大家信心不足，我觉得也需要一个事情。来提振信心，毕竟在经济上嘛，尤其是市场经济当中啊，信心比黄金还重要。那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，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